亲爱的，你看这对老人多么温馨呢。是啊，我们老了要是也能像这样就好了。大妈，你们这么多年了还这么恩爱是怎么做到的？那是他花心总想着离开我，一度要濒临分手。那后来是怎么做的？几十年都不离不弃啊。后来我把他的腿给打断了。你要小心哦。不离不弃，点击订阅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收音酷玩。